手擦。可是没看到小朋友。今天的动作都好好慢。你看这里有玻璃，它不会跑过来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通往什么地方的捷径？别别别！还有地下室，还有地下室。因为宝宝应该是想进去，然后上不来。那是他的房子，那是他的房子。然后下雨的时候，他在里面。然后上不来。脚跨的那样，是脚还是手？应该那是脚，真的是脚。然后宝宝上不来，救命啊！我觉得宝宝可能被动物园先去照顾。有可能，因为他们刚出生会比较沉。有几只宝宝在那边吧？他应该一只也是生一只吧？他应该跟我们的那方位是一两只吧？双胞胎，双胞胎。他有看到什么？真的有，后面有。他宝宝在哪里？后面有一个宝宝。真假的？看不到，我看看。因为一直往后看嘛。你会把它抱出来，抱宝宝。他吃上面了，好像是有红色的。对啊，他吃上面了，很奇怪，吃草没差。可能纤维吧。纤维啊，因为他们全身是有包什么的。